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大好，咱继续要来甲各位介绍佛出种种音声。这个种种音声，先甲恁来介绍佛有真特殊的音声，有八种。八种呢，咱顶回甲各位介绍到这个深湾音，佛陀伊的音声，啊，迄、那个音质又深又远。你一种伊咧伊咧上一公程度，伊发出的音声讲来，咱伫娑婆世界同款听起来同款。所以讲起来，这种的就是咱讲讲功力有够。逆力够，所以咱一个人讲话，你的这个功力有够，你的音声讲起来会洪亮，会结。咱两个人身体若无好，功力阁无好，啊，讲话阁骚骚，阁怕怕，啊，阁含骚含骚，啊，阁呢骚声骚声，啊，阁音质阁未解结。哎，有当时啊，伊咧讲啥，你嘛唔听拢无，对不？所以咱也听到迄款人讲话，讲啊，卡安尼骚声骚声，啊卡安尼嘿嘿啊，对无？因为呢，你搁讲偌好，人嘛唔知影你咧讲啥。所以这个音质都是非常重要。即马讲到迄个第八种音声叫做不结音，结就是无，未清净，未骚声。伊迄个音声呢，永远就是那个声音。所以各位，佛证得结果的身躯，伊的原形是无尽。佛住伫这个无尽的法藏的内中，伊迄个音声音质是滔滔无尽的，伊是响响不绝，所以会当使令众生。去听到伊的音声，心声，心声就知影义理，会当得到无尽相助的果报。咱人音声真歹的人足多，有的人敢那念一本经就念到无声。有的人说叫他念起一块砖，这块砖起完以后，哈哈哈哈，声音就没去了，哦，气就消了了，像那鸡鬼，啊，气都消了了去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很欠的哦，啊，欠真多哦。所以啊，常常打坐，运气，把这个丹田的气呢，把它呢，磁场。而且呢，咱的音声爱亲像佛，遮尼啊，拢袂断，袂迄声音袂变。咱当然爱有德行，
有德行，你的音质就自然袂去予打去，你的音声就袂去予无去。咱经文甲咱介绍讲，佛伊有出了种种的音声，但是呢，这个音声毋是数字可以算、可以知影。咱现在举出16种的名，事实佛的音声不止16种，为啥呢？因为16数可以概括无疑，因为种种的音声，不过这16种的名可以把它包含在其中。所以各位，佛先世种了善根，伊音声的因缘，所以离伊的那喉内底，迄个微妙，离伊的身躯，伊会发出着迄个呢种种的妙音，伊的呢远近的音声遍满十方恒河沙界。所以伫地藏经阿弥讲进前，伊就放光明云出微妙音。就是要翻逆宣传，绝缘如之心，绝缘如之心，就是这种的音声就发出来，不是黑白想的、黑白讲的，伊是真正呢，显出伊无分别的慧，相通互相合相，所以叫做微，彼此无杂叫做妙，伊的音声是微妙。可以表示地藏菩萨，伊是随类现身，应机说法，竟既然是不一音声自然的众德。华严经讲，诸光明中出妙音，普遍十方一切国，演说佛祖诸功德，令入菩提之妙道，正思之为也。华严经中所甲咱说明的证明讲，佛放光出微妙是音说法道种，就是要成就咱的菩提大道。那么咱讲佛到底出什么音声？咱今啊先用6道的妙音，如来以迄个讲经的音声。宣说6道万行，那么伊这个意思有包含2种意义。第一种表示佛跟菩萨的身躯，就是发心将诸法功德生的；第二表示佛菩萨说法的时阵，不出6道万行。所以各位，佛说法开口讲话。不出6道，你这句话就记得，所以你唔好单啊讲，啊，这佛经是袂歹啊，啊，若讲到要讲布施真歹，啊，无你甲看佛嘛是开口就讲6道啊，啊，6道内底第一道一定布施啊，走，所以呢，你爱知影用大智慧做施主吼，会当真兴奋真雷论物。熟种，这就是佛的音声。听到佛的音声，你会起欢喜心，你会感觉亲像如雷贯顶，显清着过去咱的迷执。咱过去想的，听到佛的音声了后，我们都会解开，绝对不会搁再执着讲，哎呦，啊，卡别安呢，卡别安呢，哦，这就是咱累生累世。的烦恼就是在这里，你知道？所以咱这贪嗔痴重的人吼，足自私、足贪心，会使乎我，袂使乎你，会使疼我，袂使疼你，这就是咱无始劫来带来的这个自私心嘛。所以咱今仔日是安那着听经，听经就是听到佛的法，而了后呢？啊，咱的迄个呢，过去的习气，过去的迄个迷执，才会拍开。拍开了后呢，咱才会感觉讲洗涤干净。啊，真正呢，过去生活拢唔对，
那么各位，咱即马来讲佛所说法的音声，第一种的音声叫做檀婆罗蜜音。檀就是檀罗，檀罗就是布施。各位，你甲看我第一句就叫布施啊，对哇？啊，听到布施，实在应该爱足欢喜啦。那我听到布施，我嘛足欢喜的。哦，布施才有福报啊，对不？那么檀呢，就是宝藏，檀就是富贵，檀就是安稳的福田。所以檀就是会当破苦得到涅槃之法，法就是尊者。咱若无正过这个布施的功德，无坐这只布施的这只船啊，咱无法度过离开着此缘。所以布施就是会使令咱带来富贵，带来宝藏，带来安稳，带来予咱离开痛苦。敢有影？下面我会甲恁印证，予恁了解。所以，因为布施有遮好，所以佛的音声内底先藏伫第一个。佛说法以布施道，目的要创啥？要度见贪众生。众生无始劫以来就是见甲贪，所以见就是啥？见就是一毛不拔，贪就是通通给我。所以众生无始劫以来的带这个镜头，你这的物件若讲要卖，就搁揢钱，无爱，阮不爱买。这的物件无要卖，要结缘，要定的人来揢，还袂翻头揢了了，啊，只差你这尔，对不？所以众生对无始劫以来就是呢，坚呐，坚就是讲无爱，我搁揢钱，对不？啊，免钱的无嘛好，那爱钱的呢，诶，一类就好。啊，那免钱的啊，几类啊？这就是咱的坚贪嘛。咱这个坚贪性呢，对无始劫的大大大个一世人来，那不是讲有这个师父出家啊，起师啊，道众，咱哪有机会通下坚贪？今仔日。我若无咧见识，我你要报喜，我嘛爱甲你客。我甲你客这要创啥？今日我就是咧见识，所以呢，你报喜，我会替地藏菩萨甲你接，接来创啥？接来客去见识呀。这毋是客来服我啊。所以各位，咱人若是会当理解到这点呢，迄、那个见贪的心就消掉。佛累生累世，伊拢行内外施。什么叫做内外施？第一财施，财就是钱财，用种种的财物来施舍予贫穷的众生，使令伊会当安居乐业，会当衣食丰足。这就是向外布施。第二，发布施，发布施，众生是按在轮回三界之内，为怎样会漂流到六道之中，受到生死贫贱的苦患呢？因为唔捌听过佛法，唔知影讲爱修学，嘛未晓要发心，嘛未晓要为自己呢来。了悟人生伫这个世间，你若无听经闻法，你当作讲财产是你的，这厝是你买，你学的，你这世人呢拥有的都是你的，你唔知啊？生命是无常的吗？你活的这口气滴的，这间厝你买，这间厝你起的，你会当享用无唔对啊？一旦无常到位，命休去。我请问，你会吗？那你会，你就煞炸去啊！炸会去吗？上尾，互你炸去。
无啦，在生足爱水，买一束衫拢得爱买几啊万，死去人去甲你买一束迄落清朝时代的迄落像啊强西咧穿迄，啊甲你弄咧，啊你穿甲里里淋淋，啊，迄真正有够可怜的啦，啊是啊只爱水，水衫一堆穿无半领去，早无半领去。所以我常常跟信徒说，如果往生去，爱穿什么你就穿什么，平常上爱穿的那些就给穿去啦，不用一定要去买寿衣啦，不用就一定要去穿那个长老的啦，不用啦，穿那个我们平常时没在穿，穿起来就像那个强西那种，那种的啦，有够难看。还有人戴那个青条帽子，那查甫拢戴青条帽子，哦，有够像那个强西，对吧？所以各位，你甲看，你敢有早去？结果上爱穿的那领嘛，无在条穿的起啊，对不？也穿那个平常时连看嘛冇看到的衫，所以安尼你就体会讲啊，有影爱听经丢啦。那无听经咯，咱嘛唔知啊。讲世间这钱嘛假，啊物件嘛假，财产嘛假，夫妻嘛假，子女嘛假。你唔免心肝来想讲，这是你的财产，这是你的眷属。各位，个人行个人的路，眷属。你要死，人看人要陪葬无？对不？无啦，顶多靠靠两地啊吼，啊，甲你送去到火葬又转来吼，有啦。夫妻呐感情较好诶吼，这段49天内底，久久啊，佫会靠靠诶啦。49天过吼，凡说蒙白阿袂打吼，人凡说伊都袂记一字啊啦，对不？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咱就知影讲啊，有影无听经哦，唔知影咱这哦世间无常。有什么流连不下？啊，放下放下。所以世尊为什么要讲经？就是要让咱知影咱本来的真正的面貌。来做人，这个形来投胎是来适应你这个场所用的。死，这个身躯烂去，这个灵魂搁换去啊投胎，搁变迄个形体走出来。工人无同，角色无同，生做无同，所以各位，佛为着要让咱了解这点道理，伊才降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外道来呢。降生来，才要创啥？要做，要来呢宣扬佛法啦，要来为诸众生说种种法啦。目的就是要引导咱想开、看开，爱好好认真修行。会当放下，你就紧放下；放下，你就解脱；放不下，你就是死定了，没人救你了。所以今仔日咱若讲，搁修到菩萨界，搁听经闻法，万项代志都放不下，都操都烦。各位，你也是了去啊啦！你也是玩的啦，也没有什么啦，哦，所以法师要创啥？法的布施，就是要让你生生世世永远用不完的，到甲你解脱。第三叫做无畏施，无畏就是对恶难的境界来讲，有啥物困难？有什么灾难，让你无所畏惧？各位，众生的灾难最恐怖是啥？生死海中种种的恶难啊！你知影？活在这个世间，你还有父母通挖苦，你还有亲人通挖苦，这无啥物恐惊吓嘛？死去了后，你那条要去投胎的八识哦，才有惊吓。我跟你讲，唔知要飘对对去啊！世界这么多啊，银河系这么多啊，到底要走对位去？
蒙蒙渺渺，夸夸张。今日你若死去了后，亲人哪谁无甲你做回向功德，你更加无光啊，夸夸张。啊，若是信神啊，信迄款的外教的人，啊，死到要去天国啊，要去天顶啊，他会唔知为多，对不？各位，死了后，咱这个魂要去天国也好，要去天堂也好，你爱经过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了后，才会当甲你决定嘞。唔是马上就给你接引去呢，除非你是极仙呢。所以你看看咱安尼有困厄啊无？对不？我伫个时阵，一天的艰苦，咱会使马上解决。死去七七四十九天，凡世人讲出去了，后明仔载都袂记得你是阿婆啊、阿伯啊，对啊，人就忘得一干二净啊。哪知道你即马伫遐咧撞来撞去？哪知道你即马伫遐咧痛苦万般？谁看到？没有人看到。所以各位，佛菩萨为怎样爱降生到这个畫圖来？伊就是知影咱这个国度众生业障深重，足可怜无人解解围。有足济恶人无人通解救度，所以菩萨不但自己呢降生到这个有恶人的这个所在来，伊阁无所畏惧，伊无咧惊这世间的恶人，对不？伊不但袂惊，伊阁会当时常为一切众生来保护，升起着互你无所畏惧的心。你遇到什么款的情形恐怖，有佛有菩萨，你就袂惊吓。所以各位，真正真好啦。有的人较无胆，有的人呢，动不动就安尼，创一个啥，就敢那惊惊。你家讲你免惊，你若是心情真艰苦的时阵，还是遇到困难的时阵，你就紧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你念念的，你心情就会足轻松。各位，你无遇到困难，你唔知影，敢问呀？你遇到代志的时阵，你起起来念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，唉，真正呢，无恐惧呢，所以你看迄、那个。佛名、菩萨名，就会使你远离掉这个恐惧，安尼叫做无畏施呀，让你没有恐怖啊，就布施乎你这个无恐慌的心嘛。所以布施就是有这的这个内施甲外施，对不？布施就是呢，财施是有尽，法施是无穷。所以讲经说法是比财施搁较大，搁较有路用。那么布施可以讲是从啥？布施就是济人之急用。那么急难、急甲难有共款无？无共。那么对于这个急，急就是足需要；难就是患难、有灾难、有困苦。迄、那个情形无同款，所以各位，有关的咱要布施，介侪人讲，我要做急，我无要做救济一个艰苦人，我急救急。那么急甲难安怎分别？咱啊下一届继续甲各位的来说明，咱来回向，愿意出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，